呢？在车上等你啊。我不让你上车吗？这不上来了吗？下来。你干哈呢？教练说开车前得检查车一周。你别检查一周了，你检查一个月吧。人家刚下驾照。他驾照都下来5年了。你鼓励他，鼓励使人进步，骂骂使人落后。好，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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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步干啥？转向灯。你干啥呢？控制你的情绪行吗？挂档来，打方向盘。你坏。好啊，打来好。这样的是离合，这样的是刹车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对。那离合呢？离合在那边那个车上呢。你下车来，你上那个车去，去吧，去吧。控制一下行吗？好，好，挂上档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让你挂上档。哎，加点油，给油门，加油。看到200米外站个人没有？看见了，撞死他啊。不行吧，知道不行还不刹车，等我给他收尸呢。啊，停车，来来来，我开。哎，你手真凉，真凉啊。走啊小猪。